穷莫问出处，我只有一本菜谱，煎炒蒸炸煮，让敌人尝一尝什么是苦。菜刀上的威武，面对敌人不发怵，用我的天赋，让传说来一回新的征途。这一本子弹菜谱，每一道致命幸福，打打个落花流水，打打个仰面拔叉，让他输得糊里糊涂。这一本子弹菜谱，王主任，他想到一个好方法。说，快跑吧！喂，这，混蛋！没事，你别管我，你先走。你开什么玩笑？要走一块走，你等等啊！来，看我。走。你别管我。この兵が玉砕しました。この敵は必ず撃ちます。今回はここまで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炙り出してやるぞ。行くぞ。瞎子。这怎么会有那么多机关啊？过了前面那个隘口，就到了月台山的腹地。村民为了防鬼子，在这里设了很多机关，没想到救了我们。挺好的。呀，还疼吗？嗯。这里可能是猎人打猎歇脚的地方。那我睡了多久了？你已经睡了一整天了。哎呀，我们得出发了，小兰还在八里铺等我们。哎，别别别，你今儿肯定走不了，你发烧了，哎，烧了跟火炉似的，腿上还有伤，能走吗？我看这样吧，我给你啊
刮一刮，退了烧咱们再走，好吗？刮一刮。嗯，刮一刮，刮一刮，整个身子就轻松了。你是说刮痧啊？刘川说，你是不是又想？又想，是又想。占我便宜？哎别，哎别，哎呀，王主任，我不是想占您便宜。我也不是又想占您便宜，上次我也没有占您便宜是吧？我已经跟您解释过了，那是情况紧急。这再说了，我占谁的便宜也不敢占您的便宜啊。你还真诚实啊。这，你说是圣？我真不知道是圣。你没占过小兰的便宜吗？哎呀，王主任，你咋又把这件事给鼓捣出来了？当时我是在帮他给我封锁沟，你也说了，这战场上只有战士，没有性别啊。你别装糊涂啊！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偷看王主任和罗干事洗澡，你可一定要替我守口如瓶啊！可不敢跟别人说一个字儿。哎呀，憋屈死我了！刘传说，我本来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没想到你这样的人。你说你在这种时候……哎，行了行了，王主任，我就是想给你治病，你把我当成个郎中成不？还首长了，还在法国生活5年，咋那么迷信呢？照你这个说法，哦，那裹脚的老太太还得自个儿给自个儿开药方呢。啊，成成成，不刮就不刮，大不了我背你去八里铺，走吧。哎。要刮也行，把眼睛蒙上。把眼睛蒙上咋刮呀？那我就不刮。啊，成成成，蒙蒙啊。行了吧？弯腰，再弯点。做甚呢？哎呀，哎呀，你轻点儿。与刘传说相识以来的画面在王天哥的脑海闪烁，有着多年地下斗争经验的王天哥不断自责，他为何没有及时解读出刘传说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举动背后的真实意图呢？如果早一些发现，是有可能将刘传说不切实际的幻想扼杀在萌芽中的。王天哥在法国生活了5年，这5年间他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并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与此同时，法国式的浪漫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他的血液，他曾无数次幻想着初吻时的场景，鲜花、音乐、红酒，还有一位俊朗的王子。东东，把被子盖好。这么大孩子了，是还不会自己睡觉吗？东东是谁啊？我的孩子。啊？孩子？完事儿了。啊？哦。完事儿了，完事儿了就出去吧。
说吧，王主任。啊？讨厌！有娃没娃？有娃没娃？有娃？不信，再来。有娃没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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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娃没娃？没娃有娃？没娃有娃？没娃有娃？有娃没娃？做护花不做手，冷静，冷静，发烧说护花不做手，冷静，冷静，冷静。我就说吧，我知道你不会。哦，潘干事。啊，王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突围的时候跟大家走散了。你也跟大家走散了吗？啊，没有，我们民运部和炊事班的都突围出来了，还跟鬼子打了两仗，偷袭我们的鬼子小分队。除了前野之外，都被消灭了。鬼子小分队，嗯，民用部和炊事班不都已经突围出来了吗？那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呢？啊，还有流传说，不是我一个人。那个小分队呀，只是鬼子一个十来个人的小分队。这样吧，具体情况回去以后，我向陆副书记汇报，到时候你就清楚了。哦，哎，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啊，好。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王主任，我给你采了点果子。哎，潘干事，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突围的时候走散了。嗯。哎，哎，来来来，来，潘干事啊，你上过大学堂的，你听听啊，这个是一个圣歌曲啊，那个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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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过，是不是有一首外国歌曲啊？那你得问林生林干事啊，抗战前他在北平学艺术。哦，谢谢啊。我还想问你个事儿，咱们王主任是不是有孩子？队伍上有纪律，不该打听的不要瞎打听。哦，谢谢啊。哎，我也有个事儿要问你。嗯，听说你参加队伍之前，哎，杀死过一个汉奸。嗯，哦，你是说贾汉文那个汉奸呢？嗨，那狗东西比他娘鬼子还坏，老子一刀剁了他，那是便宜了他。哎，哎，我怎么觉得你和那个狗东西长得还挺像啊？啊，真会开玩笑。我撒尿去了，你去吗？不去。啊。潘干事，你不是不尿吗？啊，我又想尿了。呀，哎哎哎，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枪机都没关，这要是打着自个儿，连命根子都没了。你听我说，事情可都没发生。发生了，你还能站在这儿吗？要是打着别人，那可就不是写检查那么简单了啊！以后小心点，来拿着。我还以为，你没事吗？没事没事，我下次注意，下次注意。啊啊，尿吧。啊。王主任，王主任，呀，咋又烧起来了？这么热，这要烧一晚上，这命保住了，脑袋也烧坏了啊。
你照顾王主任，我去弄点药。哎，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别管了，你照顾他啊。 针剂还是口服药片？都要。先生，针剂可是皇军管控物资，买针剂得由皇军宪兵队开的条子。当然要。你别过来，这是赵会长，赵会长开的铺子。少他娘的给你脑废话！小心我砍了你的脑袋！快去拿。 男を男が流川署です。大体にも一人で、町を出歩くとは、やつ一人、我が軍の兵士を4名も殺されました。なんたる屈辱であります。そんなことは恐れるに足りん。では、何を恐るんです？我々はロジャー寺を奇襲したが。 流川署は孤軍奮闘で大暴れした。これはまた越隊の人々の間で伝説になるぞ。你连这都会呀、啊！太厉害了，疼不？不疼。
我问你啊，谁批准你去县城的？这不是给你拿药去吗？哎，王主任，你知道不？我在路上杀了四个小鬼子。哼，他坂田圭敢折腾咱中兴县委，我就敢闹腾他月泰县城。要不是着急给你送药啊，我在他指挥部放把火。你很得意呢，你这叫个人英雄主义，你知不知道？你以为杀了那四个鬼子，鬼子就能退出月泰县城了？那杀一个总少一个吧？你有本事，你都杀光啊。那没这本事。你也知道你没这本事。我告诉你啊，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他不是某一个日本军人。你要是什么时候可以深刻的理解这些道理，你就可以成为一名真正成熟的革命战士了。好，好，好，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先好好休息，等你病养好了，你想怎么说怎么说啊！来，你出去。哦，你盖上被子，出身汗，烧退得快，别生气，别生气啊！坂田大佐、ご指示されたことは全て支度しました。永代五軒の料理人36名を呼びました。しかし大佐、それでも奴は来るかどうか自分には心配です。劉传書は羅三宝の最高の弟子だ。道明のことを聞けば必ず来るはずだ。干什么呢？我是个猎户，这点草屋就是我打猎歇脚的地方。进去吧。接着说。新来的鬼子官了，叫坂田。他把月泰五县凡是有名气的厨子全部都请过去了，说是要豆面。豆面？日中亲善，一厨会友。也许大家不知道，坂田圭一大佐家中数代都是天皇老人家的御厨。大家都看见了吧？如果谁能赢了坂田太君，这六根金条就是他的了。那如果输了呢？你们放心，太君是不会给你们要金条的。只要你心悦诚服地承认大日本的菜肴才是天下第一美食，中国的饭菜和大日本的美食相比，望尘莫及，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我早有所闻，山西的面食丹津一绝。我们大日本皇军进入太原后，我曾经跟前清的御厨罗三宝、罗师傅进行过厨艺的切磋，结果呢，令我大失所望。哼，山西的面食也是徒有其名啊！说什么呢？说什么呢？罗三宝别说在山西，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厨子。可中国有句老话，岁月不饶人，你跟一个老人家比厨艺，生之不武吧？你要跟我进行切磋吗？诸位，那我就先下手了。
什么都没有。你输了，跪下。小鬼子，而应当，你也不服，也不跪。跪下！不跪！跪下！跪下！跪下！小鬼子，哪怕我倒下去的也是身子，而我的膝盖绝不会弯曲。不跪，小鬼子，中国人跪天。跪爹，跪爹娘，但绝对不会跪鬼子。愿赌服输，翻现男儿本色。在座的还有谁与我切磋吗？我来。我来跟你比。我们比什么？我们先改规矩。改规矩？你那些狗屎金条我不稀罕。我输了把脑袋给你，你输了把脑袋给我。可以。请在场的父老乡亲为我作证，如果我学艺不精，本领不济，我心甘情愿地把脑袋输给他。我们比什么？比面的力道。你我都把拉面十扣，任选一根，击破宣纸。你说什么？刘传说说要到五里桥办私事，等你退烧后，让我先带你回八里铺。看来是出大事了，我要尽快赶到五里桥。这样，你去通知其他同志，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去那里接应我们。哎，你这个伤还没好，你这个烧也没退。没事没事，我们抓紧去吧，时间不等人。宣纸。不可能啊，我练了20多年从来没有失手过，我要求再来一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任何的承诺都可以吃进肚里，然后再排除体外。您的意思是中国人都是动物吧？啊？诸位，家中的老母和孩子就拜托各位照顾了。山西人讲信义，18年后我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如此看来，山西的美食也是徒有其名，就像你们自诩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一样，徒有其名。谢玉俊，
别去，既然坂田龟是冲我来的，我必须去。他们奸计，我不去还会有死。你要去我就开除你。你开除我，我再入，反正我皮很厚。高喊三声，中国食物只配喂猪大和民族的美食，举世无双。你满嘴喷大粪，你不嫌臭啊？刘全书，你终于来了。 你给我闭嘴！要喷粪也是坂田龟，轮不到你。你想喷粪，回家对着你茅厕喷吧。嗯，你终于出现了，今天就让我们正式的认识一下。我叫坂田龟一，流传说，你刚刚大闹了我的县城。 你也偷袭了罗家集，你打死了一群，那必须还你一家。这是咱岳太祖给留下的规矩。那我们就是仇人。没错，势不两立，不共戴天。那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面案之上了结我们的势不两立和不共戴天。好，你说吧，我们比胜。 你来定，虽然你不是个东西，但还知道啥叫客随主便，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而且永远都是。废话少说，那就让时间来证明，脚下的这片土地究竟是谁的。 我说过，你胳膊上有伤，今天你必输无疑。谁笑到最后，谁才是赢家？拿针来。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但现在谁都无法再多穿一根。我们是平手，你十八根，我也十八根。这么说，你承认了你穿了十八根面喽？难道你穿的不是十八根吗？非常抱歉，真的不是。我穿了十九根，再穿第五根面时，我同时穿了两根。 太君，这刘厨子耍滑，的确是十九根。你这种装法不在我们的比赛范围之内，我宣布无效。放屁！明明就是你技不如人，穿不过第十九根面。单从面上论。 你们小鬼子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徒子徒孙呢，今天就让你刘爷爷当一回教书先生，给你这个不开媚眼的坂田龟好好上一课。你，拉面起源于明朝，几十年前才传入你们国家，学了点拉面就觉得了不起，学会点手艺就觉得了不得。我们山西人做面花样多着呢，擀、剥、削、压、擦、秋、抿。 365天，天天不重样，怎么着？你不信呢？啊，要不要我在你脖子上拴个链子，带你走东家串西家，看看我们六十多岁的老奶奶究竟是咋做面？看看365天的面是不是不重样？坂田龟，别嚷嚷，我看你索性改名叫锦鲤乌龟吧。怎么着？是你剁呀？ 一颗颗你，呀儿哟。
呀儿呀。